我们接下去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要改变我们信息售行业他们对于元宇宙的这样的一个认知。这个令牌就是知识付费大牌，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什么元宇宙的这样的一个知识付费，让更多我们信息售的行业去改变他们的认知，从三级分销的啊，然后呢这个韩博啊，然后呢帮助这个张大春老师，就是那个中医的这个大咖张大春老师，做在一年时间做了几亿的啊这个知识付费的这样的一个体量。非常荣幸啊，见到我们元宇宙第一书第一课的头号大咖，我们的黄华老师。我们一起接下去会在新零售行业帮助我们黄华老师成为最超级的 IP， 一起加油。元宇宙，元未来，新零售，加油加油。